大哥，你是不是想吃这个猪蹄蛋？今天给你带两个嘛，你敢不敢吃哦？那不敢吃哦，吃了找不到婆娘。你还怕找不到吗？你还想找一个？再找一个。先煮三个够不够吃嘛？想试吃哈，可以。还试吃一下，这都是精华，小的时候都还吃不成。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，这个猪蹄还是多肥的，然后烘了一下，它就变瘦了。啥子的？炖猪脚干。要得，你们炖嘛。你反正他回来到去这几天，他想吃啥子就给他煮，吃鸡也可以烧，哈。好点。给炖个炖个营养的，看看把炖个养的胖吧，免得说都在亏你哈。老汉儿的神父看不懂啊。我看看，哦，表哥下蛋了，哇，三个蛋，好大呀这！该是你下的哦。你下的，这是鹅蛋哈。对呀、啊。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蛋，好大哟！这三个给二姐丢的啦，她肯定很高兴。再洗一下，出个水。好呀！糖呀都找不到了。你去找看看，看看它是不是在田里耍。这个小猪蹄油水不多，我们也给它炒一下。汤圆子，你看你回来像个泥母猪样。把沙参放在里面，在锅里面整不怕，所以我们放在高压锅里面压。今天炖的这个泡啊，80岁的老太婆都吃得动。羊肉都炖烂了，啊，可以吃饭了。妈，吃饭了。咱们啃你腰吧哈。谢谢谢谢。你也啃，你今天也吃冻。你也吃个点儿啊。跑得很，今天炖的。哎，汤我感觉太鲜了。还可以吃个啊。那我也吃个。小的时候吃不成，长大了吃。炒了吃了，你小的时候吃不吃啊？炒了怎么？我们小的时候都不准吃哦。二天吃了找不到女朋友。哇，等等等，这些找得到哈。那个吃了找不到女朋友。啊，然后已经有了哈。已经有了，成都的，是不是？是哪里的嘛？你爸爸妈妈。38。咦耶，好几你爸爸妈妈晓得吧？保密的是吧？啊，你今天说出去了，都晓得喽。你们两个快点吃哦，吃了下午放你们自由。OK。将来给我饭大了，但是不吃。苗、子，你吃不？你吃猪草汤。不怕的。这个猪草汤，哎，给你。啊，我不吃了。你长得那么帅，二天找不到老婆，我才不相信。那都是小时候大人骗人的。今天猪蹄也啃了，下次再给我炖一个整块的，那个抱着啃更安逸。好，下次给你炖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